你到底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？这是我的私事儿。我们是夫妻。我生病的时候你一直在照顾我，等我醒来的时候你却不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有马侧妃照顾你啊。我想见的是你，为什么不来？好，我换一个问题问你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不能和我说？抱歉，这真的是我的私事儿，我可以自己解决的。